成。我都已经安排妥当，可没少花我银子啊。你是不会心疼的，跟你的收益来比，花的越多，你就越安心。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一针见血啊？咱们聊天能不能轻松一点？我能舍不得这些银子吗？我只不过跟你撒撒娇罢了。依你便是。嗯，川儿，明日啊你就进宫，等到7月14申时一到，你便依计啊去送素服。哎，都能跟素服融为一体了，还差一笔。川儿，这一次你可一定得小心，这个妖物脾气暴躁，心狠手辣，你可千万不能有半点差池。我知道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东风了。